台北看世界，这个月家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报道乌俄危机了，因为真的很紧张啊，我每天都在咬手指哎。那今天的最新进展是，普丁在周一发表了一个55分钟的演说，表达对北约跟美国的不满，批评乌克兰是傀儡政权掌控的美国殖民地。现代乌克兰是由苏俄创造的，它属于古老的俄罗斯土地，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啊。普丁呛声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他突然就宣布承认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跟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地方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还说呢早该做这个决定了。这个决定就被很多专家解读为俄罗斯就是要攻击乌克兰的动作了。所以这个 DPR LPR 到底是什么东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大家好，我是范姐，欢迎收看范姐的 Today 看世界。我们在一月底讲过啊，这个乌克兰东部有个叫顿巴斯的地方，指的是乌克兰东部顿内茨河盆地。这个地方居民大多是人在乌营，心在俄，领土就掌控在两个没有被国际普遍承认的分离主义的政权手上，也就是 DPR 跟 LPR。他们长期亲俄，说自己不属于乌克兰，是独立国家。从2014年起就一直跟乌克兰军队冲突不断，甚至被基辅当局认定是恐怖组织。普丁这一次演说里面就提到，他已经跟两个共和国的元首签订了俄罗斯与 DPR 跟 LPR 之间的友好合作跟互助条约，还说呢，俄罗斯已经尽一切努力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俄方积极争取2015年明斯克协议付诸实践，但最后徒劳无功。根据普丁的说法，几乎每天都有乌克兰人在炮击顿巴斯，看不到尽头。随后普丁就下令派遣俄罗斯武装部队进驻了两个共和国维和，说要确保这两个国家的和平。目前大家都还不大清楚这些俄军到底要维和到什么程度，但 NPR 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指出，老实说这不是新鲜事，虽然普丁不承认，但其实过去8年以来俄国一直在顿巴斯部署军队，意思就是说现在可以明着来了。美国、英国跟欧盟当然立刻就谴责普丁的举动，拜登政府已经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这两个共和国进行新的投资跟贸易。放话，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西方已经准备好要实施制裁了。哎，我是不知道这样还不算进一步入侵的话是怎么样才算了。那最火的呢应该是法国总统马克宏，20号呢慕尼黑会议结束之后，他还熬夜打给普丁跟拜登，法俄呢就同意乌东应该要降温，拜登则是原则上同意要举行美俄元首峰会。马克宏一心以为可以当欧洲的和事佬，结果呢普丁一转身就承认顿巴斯独立。所以法国在美国之后也要求要针对特定目标制裁，德国也表示不会袖手旁观。其实普丁近期已经小动作不断，美国一直讲俄罗斯会进行的这个假旗行动，也就是自导自演找开打理由，这个操作呢基本上是从上周五就开始演了。当天顿巴斯地区就传出了政府军跟亲俄分子违反停火协议互炸，光是18号一天就1400多次爆炸，乌克兰这边有士兵阵亡，还有炸弹掉到幼儿园里面。乌东分离分子一边指控乌克兰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还说乌国在进行种族清洗屠杀平民，一方面以保护老幼妇孺为由就呼吁民众要撤退到俄罗斯，俄罗斯电视台则加码报道乌克兰政府残杀人民啊，周六有3.5万人逃离家园的新闻。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华邮跟纽时都有访问到一头雾水的撤离民众，有人说没有很紧张啊，是俄罗斯说撤离就每个人发1万卢布才走的。记者还算了一下，3.5万人撤离大概需要开1000多辆巴士，但当天大概只有几十辆。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则是记录到约3000人撤离而已。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相信乌克兰会去挑衅，乌俄两边军力差这么多，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但是乌克兰危机当中，中国一直没有谴责俄罗斯，只说乌克兰主权应该要受到尊重，反而直问北约东扩对于欧洲的和平稳定有帮助吗？这句话马上就让西方国家担心中国要跟俄罗斯结盟，插手欧洲的安全问题了。纽时指出，50年前尼克森总统访华
八天，就是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冷淡，趁机拉拢中国，就能够形成权力三角关系来制衡苏联。但现在美国最大的两个敌人关系好得不得了，组成了互不侵犯同盟，俄罗斯做什么中国都不会制裁或出兵，俄罗斯甚至把西伯利亚的军队调去俄乌边境，完全不担心东边没有人守。鹰派的前美国国安顾问波顿就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中俄未来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好，中国还可能透过俄罗斯把势力深入美国撤出的中东、东欧等地，而且中国经济实力强，俄罗斯能源多，西方国家不可能完全不跟两国往来，甚至还得要靠两国来做生意取得能源。但这代表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吗？这也未必。中国虽然喜欢俄罗斯跟他捅鼻孔出气，但也不希望欧洲发生大战，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或原物料供应。而且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2014年，俄罗斯并吞了克里米亚半岛，中国至今没有承认过。冬奥时的中俄5000字声明也完全没有提到乌克兰。纽时还提到，如果俄罗斯真的开打被制裁，中国的银行未必愿意冒着违反制裁的风险。当局顶多呢，透过购买俄罗斯的油跟天然气，或提供晶片来援助俄罗斯。这中间最煎熬的当然就是乌克兰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这会议呢，台湾时间今天早上是开了，但不用等结果也知道是没屁用的。安理会2月的轮值主席，你猜是谁？就是俄罗斯。就算俄国不是主席也没有用啦，俄罗斯有否决权，任何对俄罗斯不利的提议连议程都排不进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周呢也开始硬起来，就质问各国要战略模糊到什么时候，要制裁俄罗斯就快点，乌克兰什么时候能够加入北约也给期限好吗？乌克兰国内则是掀起了一股恢复核武的声浪。要知道冷战结束之后，乌克兰可是全球第三大核武国，仅次于美国跟俄罗斯，境内的核武数量约5000，外加一堆长城飞弹、地雷等武器。不过当时的乌克兰政府对掌管核武的自家军队叫不动，很担心境内这么多武器会擦枪走火，于是呢，在1994年，乌克兰当局就跟英美俄签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同意把核武交给俄罗斯，代价是俄罗斯不能够侵犯乌克兰，万一真的违约，美英呢就要帮忙乌克兰防御自己。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决定很蠢，乌克兰那么小，放弃核武一定会被吞掉。现在看起来好像正是这样，因为当时签约只是个备忘录，并没有正式条约的法律约束力。俄罗斯也在2014年明目张胆的违约，美英根本帮不上忙。现在顿巴斯又被吞了，美英似乎还是只能够弱弱的制裁。乌克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美国的军备专家说，如果不能用外交的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全世界都会觉得核武国家霸凌无核小国也不会怎么样，未来各国只会想办法升级或是发展核武吧。所以你觉得北韩啊、伊朗啊这些国家有可能放弃发展核武吗？如果国际社会都是大的可以霸凌小的，那么小国为了自保会不会搞出更麻烦的事呢？留言告诉我哦。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你可以订阅 Light Today 官方账号，它就每天把重要新闻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万一错过了到 Light Today 国际栏目里面就我们所有的报道。范雪的 Today 看世界，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我们明天见。